第二个那叫做政治上，政治上呢要分成两个，一个叫做国内，一个叫做国际啊，分成两个来谈。国内那就考虑什么政局啊，考虑这个政局啊，政局挺重要的啊，政局挺重要的。去年的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股票一路下跌，因为政局不稳啊，总统呢是国会的少数党，所以呢政争不断啊，真的不断。去年的这个立委选举之后还好啊，民进党终于成为第一大党，所以呢在这个政争方面呢比较小啊，所以呢这股票呢就稍微什么呢，稍微再上去啊，不过稍微上是不是暂时的那很难讲啊，再看啊。所以政局一定会影响做整个企业的这一个发展啊，企业的发展。那么政局是一重点，做商人的话就怕政局不稳，政局不稳一动乱的话那就出现问题。好像印度尼西亚这几年的商家很头疼的，为什么呢？因为政局什么呢，政局动乱啊，不知道今天明天会发生些什么事啊，所以呢很多企业呢都不敢呢，都不敢做大事的这个投资。中国的政局稳不稳定啊？应该是稳定的啊，江泽民老师强调呢，稳定压倒什么呢，压倒一切啊，所以稳定排第一，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三年前我在中国啊走动的时候呢，就每个晚上看新闻联播，挺有意思的。当时新闻联播通常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当时的新闻联播有一半的时间给两个人占用去了，都在讲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姓李啊，都姓李，一个是李登辉啊，那当时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中国呢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就攻击李登辉，攻击李登辉，啊，第二个人姓李叫什么名啊？叫李洪志，因为李洪志这个法轮功啊，法轮功啊，所以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谈这两个姓李的人呢、啊？就是因为可能觉得这两个人呢，可能对中国的政局会有一些什么呢？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是政局啊，政局。不过基本上现在政局是稳定的，尤其是今年呢16大开之后呢，那基本上呢整个格局都基本上可以定下来。政局之后还要考虑什么呢？政治，那叫做政治制度啊，政治制度。美国有参议院，有众议院，有白宫，白宫有幕僚团，那到底大家在扮演什么角色啊？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这个人民解放军，有共产党，有人民代表大会，有国务院，有政协，那又在做些什么事啊？这种呢，那就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了啊，政治制度的问题。好像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那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大改变啊。以前的资本家是不可以入党的，现在呢要选一些好的资本家来入党啊，这种呢就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改变啊，一种改变。那么呢，台湾有一个总统府，还有五院，什么行政院、立法院、考试院、法院等等呢，这些呢就是台湾的这个制度。有一个新加坡商人挺有意思的哈，他到中国去走动之后，去搞投资的，拿回来一张名片，这个名片呢是某某市的市长，他就问我，莫老师，这个某某市的市长是不是那边的第一把手？我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市长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市委什么，市委书记啊，市委书记。那么我还要花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中国会有市委书记这个东西啊。那么呢，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些什么事了，等等等等。那么好了，他也不听这样多，好不用紧，以后我去某某市的话，我拿回来的名片叫做市委书记，是不是就是那边的第一把手？我说那也不一定啊，那也不一定啊，那要看这个市委书记是不是把大权都交给什么呢，都交给市长自己就退居幕后，或者这个市委书记是不是要什么呢，要退休了，而这个市长会不会上来兼市委书记，那很难讲啊，所以你要看呢这整个这情况啊，这就是中国的什么呢，中国特色啊，中国的特色。所以在中国的话还要跟很多人搞关系啊，县长啦、县委书记啦等等，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是领导，很多领导啊，因为他有一个县委书记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这副书记啊，很多啊。所以呢政治制度，尤其搞军队的人挺困惑的，我们讲搞军队的话，一个军区最高就是什么，最高就是司令员，那中国除了司令员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政委啊，所以要跟他们解释政委是什么意思啊，最后就用你们那四个字了，叫做党什么呢，党指挥枪啊，来讲啊，那就他们就比较能够明白啊。所以呢在中国的话呢，党的这个角色呢，那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被忽略，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制度啊，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要具体的认真的从实际的角度去体认这个现实的这个存在。好了，接下来政什么，政策。比如中国这十多年来是搞什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有别于自力更生，对不对啊？搞改革开放的，比如呢，这一个台湾呢，在李登辉时代对中国的大陆政策是借机用什么，
借机用人，就是你们不要去了啊，你们向南方去啊，向南方去。那些向南方去的人呢、啊，现在呢有一点什么呢？有点气了，有点气了。随着政府的政策向南方去，但是南方就是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地方，发展空间有什么？有限。当时大胆西进的人现在做得很好，向南方进的人碰到亚洲金融什么呢？金融风暴，痛苦连天啊！所以呢，要不要跟着政府的政策？那商人要自己做出什么呢？做出决定啊！政府当然从政治的角度叫你们大胆南进，但是呢，如果你要找到商业机会的话，那应该大胆西进啊，向这个中国大陆来啊！这种就政策。现在呢，陈水扁政府呢已经说，我不要搞借机用人了，我是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啊，有效管理。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又是所谓清清楚楚的什么呢？含含糊糊了啊，这里面啊，政策挺重要的哈、啊。整个政策一定下来的话，那就会形成什么？法什么？形成了法律，形成了条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呢？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啊。这是时候呢，那要影响的时候，那就很厉害，很厉害了。而且在中国还要考虑中央跟地方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你们的国家太大了啊，太大。新加坡太小，没有所谓中央跟地方。中国太大了，肯定有中央跟地方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呢，毛主席在写一篇文章，叫做《论十大什么呢？十大关系》里头，就讲到中央跟地方关系。现在还是中央跟地方，某些地方中央说不行，地方说可以啊，可以啊。某些地方讲不行，中央说谁说啊？条文都有啊。所以这里面呢，那中央地方呢是一个永远的什么呢？永远的这一个矛盾。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矛盾呢是往正面的地方去发展。还有国内方面还要考虑国民的什么？国民的意识。国民的意思啊，国民的意思，国民的意思很重要了啊。有时候呢，好像911事件发生过后，我在中国如果坐计程车，就问计程车一下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半都讲什么？好啊，好，好，好，给美国一个颜色看啊，让他不要太骄傲啊，等等等等。当然，从道理的角度来讲是不通的，但是呢，从情绪来讲又是可以什么呢？又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就是一种什么呢？国民的这个意识啊，国民意识。好像呢，炸了大使馆之后呢，北京就出现很多人潮去什么呢？去美国大使馆丢石头了啊，丢石头了。那么上海呢，那一个礼拜的这个可口可乐就一落什么呢？一落千丈啊！上海人就讲呢，你炸我的大使馆，我就不喝你的可口可乐啊！这种就是什么？这种就是一种国民意识啊！国民意识会影响啊，会影响整个商业的这个运作。好。接下来国际那是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个是相当根本的啊，相当根本的。当国与国之间有问题的时候，那中间呢就会影响到这一个行业了。农业敏感不敏感啊？非常敏感的啊。当然 WTO 之后就有一套什么呢？一套游戏规则了。在还没有 WTO 之前，中国是保护农业的啊，所以呢你外国东西要来农业 来中国的话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呢农业是被什么呢？被保护的。但是呢现在呢就要逐步的什么呢？逐步的这个开放。以前的银行业也是保护的，现在也要逐步的开放。这种呢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所达成的一种协议。在以前没有进入 WTO 之前，中美如果要打起贸易战的时候，哪一种行业的人最紧张啊？纺织行业。因为呢美国很喜欢拿中国的纺织业来开刀，每次我们要谈判的话，那就什么，那我就什么呢，拿你的纺织业的限额来开刀啊。所以中国的纺织业很紧张，不管它是中资、新资、马资、港资、台资，总之从中国出口，那在什么呢？都在限列之外。这也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啊，很多中国的纺织跟成衣厂呢到什么呢？到越南跟柬埔寨去开厂，主要不是为了那边的什么廉价劳工啊，还是政策，主要是要避开什么呢？避开这个限额的限制啊。所以这种现象呢也会产生啊，这种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纺织业是行业关系敏感的。当然 WTO 之后那就游戏规则那就改变了。还有哪一个行业是国际关系敏感了？飞机啊，飞机行业。当呢中美要打贸易战的时候，翻脸的时候呢，中国买飞机就买什么？买空中客车啊，买欧洲的啊。当呢张泽民要访问美国之前就买什么呢？就买波音飞机啊。这不是谁的营销做得好啊，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到底好不好。911事件之后啊，波音飞机接到的最大的订单来自哪里啊？
来自中国，中国一下子给很多的飞机啊，所以波音飞机呢认为哇对中国非常感激，而且这块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但是最近又发生了一个案件了，什么案件啊？就是江泽民跟波音飞机订了一架专机，这个专机被装了什么呢？被装了窃听器啊。这个时候呢会不会影响这个波音飞机的订单啊？那很难讲啊。如果中国说好，我把订单全部去除了，不要了啊，不要了，退了啊，退了，这时候呢波音飞机就是一场这个灾难啊。所以这种东西啊，国际关系非常非常敏感的啊，波音啊飞机。还有哪一种行业国际关系敏感啊？ IT 国际关系非常敏感，农业国际关系呢非常敏感，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行业也国际关系敏感，不入流的哈，像那三流的行业，比如说中国很多这个个体户呢专门搞一些盗版的生意的啊，那些不尊重那个知识产权的这些盗版的生意啊，在哪一个时候风声最紧啊？那是在中美谈判的时候风声最紧啊，中国的公安就要什么呢，抓了之后呢把它什么呢，把它毁掉，然后呢登报纸，我们抓了很多这个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等到呢大家签了字之后呢，风声就稍微什么呢松一点，那一些公安的力道呢也就稍微放松一点，这时候呢那些盗版的人又依然什么呢，又依然雇我啊。所以有一些呢不入流的行业也可能会出现这种关系。好，接下来国际团体啊，这个来了啊，国际团体两个重要的国际团体是什么啊？一个叫做 UN 代表什么？联合国啊，联合国。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什么呢 ？WTO 啊，这两个东西呢会影响做整个运作啊，整个运作。那么我们要分析政治上的环境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政治上的环境主要是政府所定下来的游戏规则。老实讲啊，政府所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会影响我们。我记得我1997年12月呢在印尼呢出差的时候呢，那天早上吃完早餐一走出那个酒店，外面有很多银行，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呢？每家银行外面都排了很长的队在提款。哦，原来是前天的晚上呢苏哈多总统接收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第一笔贷款之后，签下了一道政令，关闭16家银行。这16家银行一夜之间被政府给什么给关了啊。所以呢那是没办法的事啊，政府的指令一来那就影响那就全部了啊。那么呢我跟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集团呢，它是在印尼是第3大银行，一下子被令关掉的话呢，哇整个运作呢那就完全受影响啊。所以政治上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那个国内国际跟国内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析这个政治的影响几时到来，中国的某一些政策几时会出台啊。所以分析完之后呢，我们要采取相关的这个定位。好，这是政治比较可以预测啊，比较可以预测，但是来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再扭转，因为它是完全的铁面无私的。接下来一代表经济上我们稍微讲的多一点啊。第一点，经济上首先要讲的就是经济的什么规模，经济规模有多大。中国最漂亮的地方最诱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你一开口跟人家讲960万平方公里外加13亿人口，哇每一个商家一听到这个数目字的话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的规模那是什么呢，那是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每个商家都要到这里来了。新加坡一开口的话就是600平方公里外加400万人口，哇这个一想出去的话大家听了都很累了啊，反正400万人口能够做什么生意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规模这个决定了这个格局到底有多大啊。所以呢你们呢定在山东的话，山东1亿大概靠近9000万亿人口的话，那收入也不错，那整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经济上要注意规模，同时要注意整个发展阶段，看你目前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啊？按政治上来讲就是社会主义的什么初期阶段，按经济上来讲就处在什么呢，发展中的国家。所谓发展中的国家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还没有到发达的国家，所以有一些优惠的啊。所以中国也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呢进入 WTO。 还有经济的结构，这个要考虑啊。中国的经济结构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什么叫经济结构啊？那就是第一产业占多少，第二产业占多少，第三产业占多少，这一个呢很重要啊，很重要。平衡的话整个国家就比较能够进步了。香港呢是没有理由的啊，香港呢是哪一个产业占最多啊？房地产，再加什么呢？
再加银行证券啊，这两个呢，金融风暴一来就应声什么呢？就应声而倒了啊，应声而倒啊。所以呢，香港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啊，所以香港正在设法转型。台湾的经济结构比香港合理，新加坡的经济结构也不合理的，几乎第一产业是零。啊，第一产业几乎是零，第二产业也不出30%，那其他的都是在什么呢？在服务业啊，什么交通业啦、运输业，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业。所以新加坡呢跟香港呢受的打击是最厉害的。911事件之后啊，整个亚洲的经济呢倒得最快的是谁啊？就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太依赖美国的什么呢？市场。新加坡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依赖型的经济啊，所以呢它外国语一有风吹草动的话，新加坡呢应声而倒。但是呢外国如果起飞的话，新加坡是什么呢？率先什么呢？率先出战啊。所以呢这个呢经济波动那是太厉害了，这叫做经济结构啊，经济结构。接下来我们看 GDP 啊，整个中国的这个 GDP 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啊，叫做 C加 I 加 G 加 X 减 M 啊，加 X 减 M 这五个英文字。好，我们来讲一下 C 代表什么？消费。 C 代表消费， I 代表投资，不是收入，投资。 G 代表政府的开销啊，政府的开销。X 代表出口啊， X 代表出口。 M 代表什么？ M 代表进口啊，进口。这几个数目字如果该加的加了，那就是经济成长了，如果该减的减了，那经济也什么呢？经济也成长了。中国这几年啊，出口减进口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了，出超很好啊，出超很好，那么中国有很多收入。政府有没有钱啊？政府富得很啊，啊，中国政府富得很，而且呢，到处搞建设啊，搞这个基建的建设啊，公路建设啊，中国这几年的建设是翻天覆地的啊。我看尤其是上海的建设，上海的建设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不只是中国的史无前例，应该是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啊。整个上海的建设呢，在92年呢改革开放之后呢，到现在10年来那种建设的速度啊，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其实上海人是一个很精明的，这个很精明人啊，他要做东西的话可以非常非常的快。 OK， 投资，中国投资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外国人都是往中国来投资，而且中国甚至也什么呢，自己呢一直在追加投资，尤其搞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呢，投资越来越大。中国唯一认为有问题的在哪里啊？消费啊，消费，就是认为内需不足啊，内需不足。所以中国这3年来都是在鼓励内需，这鼓励内需对不对啊？绝对对的啊，绝对对的。你现在呢世界经济有点放缓的话，如果呢我们要成长的话，那内需就什么呢？内需就很重要了。内需强的话，成长有保障；内需强的话呢，工作也有保障；内需强的话呢，大家的收入也可能会维持的比较好。所以中国这几年都是搞内需的。中国如何搞内需啊？减息啊，降息，让你呢把钱存在银行呢没有多大的作用，而且呢你赚的利息还要还什么利息税啊？这个中叫你花钱啊，叫你花钱。还有呢，放假。放假的话就是什么呢？放假的话就是去买东西啦，然后去旅游啦，到外面吃饭啦等等，放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过中国特色了啊，没有办法。还有呢，加薪啊，公务员加薪啊，公务员加薪，这个挺厉害的哈、啊、而且保持这个通货膨胀率怎么样？低，贷款，买汽车贷款，买物资什么贷款，公家已经不再负责你的什么呢？你的这些东西了啊，你必须自己决定，自己买物资，自己买车子啊。这样的话呢，贷款，那么整个银行也活起来，这个也活起来。银行贷款给这些私人买物资跟买汽车啊，比借给国营企业有时候保障还要更什么啦？还要更好啊！因为这个个人呢，一收不回钱就要破产，所以他很担心去赚钱，赚钱赶快来还银行啊。国企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有时候啊。还有呢，搞活房地产，还有搞活什么？搞活股市啊，所以中国呢希望呢股市多啊多，而且希望呢香港的股呢如果能够来中国买卖的话，那可能就好啊。所以中国这几年呢就是一直在搞内需，搞内需，就是搞内需很重要的。911事件之后啊，全球不景气的时候啊，美国也不会伤得太厉害的。为什么？美国有很大的内需啊，很大内需。中国如果是整个世界萧条，中国也不会伤得太厉害，中国也有很大的什么呢？
内需啊，内需很重要啊。那么谁会出现问题啊？像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一些呢，就会出问题，因为内需太什么呢？内需太小啊，内需太小。所以整个经济啊，虽然讲一体化、讲全球化，但是内需还是主要的这个力量啊。所以中国这几年呢，就鼓励什么呢？鼓励消费，一直鼓励消费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增长 ，GDP 的增长。中国这几年增长了不起了，增长多少？大概8%了，平均这几年增长8%，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增长8%，那是不得了的事了啊！4年前我记得朱镕基总理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讲了，我们要做一个确保，确保什么？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在8%左右。结果朱镕基总理这几年来呢，都是使经济增长呢在7%-8%左右，这是呢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有时候我们细腻的讲，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就是定下目标之后，想要达到就能达到啊，就能达到。的确啊，社会主义就是有时候他就可以规划出来嘛，我要增长8%，所以政府花多一点钱呢、啊，政府投资一点钱，那经济怎么样？经济就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啦，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啊是什么呢？是很正面的，而且含金量很够的，就是今年的增长能够带动别年增长，而比较少一点什么呢？重复建设啊，无谓的一种什么呢？无谓的投资，这跟93、94年差很远的、啊。你看每个当时93、94年，每个人都到哪里去啊？都到海南岛，都到北海，到海南岛投资房地产啊，北海投资房地产啊，哇，这个东西呢，到时候呢，朱镕基总理来一个宏观调控的话，大家都吗？大家都撤了。所以海口市啊，是一个很难看的城市啊，很难看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太多什么半拦子工程了、啊，这边盖一半，那边盖一半，这边盖一半，那个盖一半，像什么城市嘛啊？所以呢，这个市长也很头疼啊，没有办法把这个经济给什么呢？给搞活起来，根本呢那时候根本都没有需要有这样多的房地产，为什么盖这么多房地产啊？那就是当时的一种社会主义的一种现象，大家一窝蜂怎么呢？一窝蜂都往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呢，有时候讲呢，一抓就死，一放就什么呢？一放就乱，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过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含金量比较丰富的啊，其实含金量丰富很重要。94年海南海口的增长一定很快的，因为有这么多房地产的开发，但是95年、96年就怎么样？没有用了，因为那些投资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动任何的这个效用啊，所以增长。接下来通膨，通膨也是一个重点啊。中国这几年呢，朱镕基总理讲呢要限制在3%以下，但是现在是所谓零啊零，那是了不起。中国这几年的这个老百姓生活是不错的，工资增加了，什么增加了？物价被什么呢？物价被控制了，货品的流通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通膨很好啊，通膨很好。中国通膨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差的是93、94年，当时通膨高达20%多，当时也很紧张啊，很紧张。李鹏总理说这样做不行，我们必须。需要在一年内把它降到15%以下，那才可以。后来一年过去了，数目字出来，通膨的数目多少呢？14%多，刚刚好啊，刚刚好啊。这也是优越性哈、啊，优越性啊。不过这个数目字呢，很多经济学家就不太相信了，因为怎么这么巧啊？要想十五就十五啊，这么好啊，这么好啊。OK， 通膨，好了，通膨中国这几年搞得了不起。另外一个中国最了不起的是这个字吧，汇率。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非常了不起的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年年都讲人民币会贬，年年都没有贬，甚至呢，去年开始会人民币会怎么呢？人民币会看涨啊，看涨，反而是东南亚货币呢兵败如山倒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因为汇率的就保障了人民的购买力，也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呢我来投资的话，明年人民币贬的话，那我所赚的钱全部都贬了，怎么样？所以呢，投资者呢是最欣赏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所以呢，当时呢，这个朱镕基总理说呢，我们不贬啊，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对的一个政策啊，汇率，中国汇率呢非常好的稳定的啊，非常非常稳定的。中国为什么汇率能够这么好啊？因为主位有很多外汇，什么外汇储备多少亿啊？应该2200亿、啊、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这全球排行第二，只输给日本，我看过几年就超越日本了，因为日本也不过2500、2600左右啊，2500、2600左右，所以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世界上五个最会存钱的国家都在亚洲了，中国啦、日本啦、新加坡啦、香港啦、台湾啦，而且这五个里面呢有4个是华人经济体啊，所以华人呢存钱还是厉害的啊，厉害。
不过2200亿算多不多算少不少了，以绝对值来讲全球排行第二，如果以人均外汇储备那就差了，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啊，以人均储备那是新加坡最高，新加坡有800多亿的这个外汇储备，那么人口只有300多万啊，那么所以新加坡那是高了啊，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且中国收支什么收支平衡，估计呢这几个呢，这几个不会改变啊。收支平衡有几个户口，第一个户口叫做贸易户口，顺差还是逆差啊？顺差啊，顺差，出口比入口多，顺差。投资户口，中国人到外国投资多还是外国人到中国投资多啊？外国人做中国投资多，带来资金，顺差啊，顺差。服务户口，什么旅游啊，各种各样的服务啊，顺差还是逆差？顺差。这三个顺差累计了一些外汇，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乱花钱，保护了这个外汇储备，最后就加强了这个汇率，这个真的要给政府很大的嘉奖啊。其实呢，南韩啊、泰国啊、印度尼西亚，你说他没有顺差，都是顺差啊，都是顺差。但是为什么外汇储备这么少啊？就是政府的发展呢，比较没有照顾到财政的收支，比较什么举债，借美金，借美金，借美金，借了很多美金，又没有外汇储备的话呢，一旦呢美金上涨，自己的这个什么呢，自己的货币一降的话呢，一下子呢就变成破产了。严格讲起来，泰国、韩国跟印尼是破产的啊，是破产的。那么现在呢是很快，但是这几个里面回来最快的是谁啊？恢复的最快是谁啊？韩国。韩国已经在去年把所有跟货币基金所借的钱全部什么全部还清了，这个民族还是值得佩服的哈。说败就败就败，反过来也很快啊，反过来很快。泰国这个民族也是厉害的啊，虽然呢是败了，但是呢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内乱。印尼就有问题了啊，印尼这个民族呢败之后呢又产生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到现在呢还在借款而不是还款啊。所以呢我们看呢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那国民的这个素质、国民的文化，那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到底呢啊，有前途还是没有前途啊？印尼很可惜的啊，太大了啊，太大了，而且那种心态可能不一样，长期受一个政权的这个统治，所以一变起来很难适应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这个国家，不过很难讲哈、啊。未来如果政治一定的话，可能未来的发展的速度就会什么呢？就会加大，因为它基数变成什么呢？变成稍微低了一点啊。好，这是一个外汇储备。接下来考虑什么利息？中国的利息是下还是上？下，每况一下啊，每况一下。接下来考虑什么呢？关税啊，关税，关税是下还是上？下 ，WTO， 所得税下还是上？啊，有上的趋势吗？啊，其实应该是没有变哈、啊。如果中国要鼓励消费的话，应该会有什么呢？下的趋势啊，下的趋势。当然绝对值你们还税应该还得高了，因为收入高了嘛，对不对啊？ OK， 个人收入那是怎么样？那是高了啊，那是高了啊。中国大概呢是7-800美金左右吧啊，青岛肯定比7-800还要高了，上海那当然比什么呢？比这个1000块美金还要高了，对吧？个人收入，还有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点挺重要的。所谓可支配收入，就是呢可以用来自己呢决定消费的收入。新加坡人虽然赚钱多，但是可支配收入呢少，为什么呢？因为强迫储蓄高。政府强迫你储蓄50%的这个收入呢，在这个公积金啊，所以呢拿到的钱呢就不多了。再加上呢买物质、买汽车的话，要还固定的什么呢？固定的这个还款，剩下来的钱要消费、要吃餐馆，就什么呢？就少。中国人呢这方面可支配收入挺厉害的啊，挺厉害。而有一些人呢自己的收入不高，但是可支配收入很高，有没有啊？有啊啊，自己呢，自己的薪水呢只有1500块，但是他可以一餐请人家吃，请3000，反正不是自己的啊，反正呢是什么可支配的，可能是他单位的收入，而不是他自己的收入了，对不对啊？可支配的啊，可支配啊，所以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好了，其实中国这些东西都很好，都非常好。中国有三个值得令人比较担心的，如果讲起来的话，第一个是什么呢？国企。第一个是国企。第二个是什么？银行啊，银行。
国企可能会拖累银行，银行的管理不当也可能会使银行崩溃。接下来，国企跟银行都会带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失业。失业中国叫什么呢？中国叫做下岗。啊，中国叫做下岗。这三个呢，是中国经济上呢比较有负面的变数的一个问题了。啊，国企、银行跟下岗。虽然呢，去年的人大会啊，两会呢，在看呢国企的这经营状况已经改进，不过呢，那是分母减少的原因了。分母减少呢，当然呢，这个看起来就改进了。今年在两会上，在北京开两会，我们再看看呢，国企呢到底会不会有好处啊？所以，国企的改制要加快。国企的改制要加快，国企的改制如果不加快的话呢，可能是一个拖累。银行的改制要加快，其实 WTO 啊，两个冲击最厉害的，一个是农业，一个是银行。银行啊，其实很厉害啊，而且呢，银行明年在上海、青岛这些是第一类的城市要开放了。青岛不懂为什么是属于第一批啊，上海、青岛跟广州是属于第一批，北京还保留到第四批啊，第四批才开放的啊，是不？一开放的话，那肯定呢，竞争那就非常非常激烈了啊！而且中国的我不懂不良贷款有多少，如果不良贷款多的话呢，那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呢？产生一些问题。那么下岗的话呢，那基本上国企呢就会产生这个下岗的这个问题。不过下岗在中国给我感觉到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了，不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这些国企的下岗工人呢，如果肯去做个体户啊，肯去做什么工的话呢，那其实很容易吸收了啊。我们经常跟上海人讲，你们上海人讲，没经常讲这个下岗的工人多，那请问上海的外地工人多不多？多。那为什么上海人不干啊？为什么要下岗待业啊？那么最主要就是不想干其他的工作，只想要拉住这个国营企业不跑啊。这样的话呢，很空闲，每次拿了基本工资之后呢，就到工厂走一走，走得多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乱子啊。所以呢，这下岗呢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如果这些工人还抱作工人阶级领导阶级的话，怎么可以被裁退的话呢？那么这个观念不打破的话，那这下岗问题那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外加13亿人口，其实要吸纳这些下岗工人呢，老实讲呢，不应该是一个难事。这个方面应该快一点做。为什么应该快一点做啊？接下来 WTO 之后啊，将会有很多农村的户口将会什么呢？将会涌入城市，这个趋势大概会两三年内会形成。所以呢，城市的这一个下岗工人如果没有赶快吸纳的话，农村再进来的话，那就什么呢？那就添得很厉害啊！因为整个农村的经济的话呢，未来呢很强调生产率的这个发展啊，所以农村的人口呢应该会引入城市啊，这是一个问题。经济上还要考虑最后三个，那就是所谓三四了，哪三四啊？这三个四如果一旺的话，经济就旺了。这三个四如果一不旺的话，经济就倒了。第一个叫什么？股市。对了，股市好的话，餐馆肯定好，旅游肯定好，零售肯定好啊。因为大家呢，哎呀，钱来容易的话，花钱也就比较容易了，对不对？香港这几年股市是很惨的，所以呢，香港的饭店呢，那餐馆呢，关了是很多的。第二个叫什么？房市啊，房市那就是买房产了。第三个叫做汇市。对中国来讲，这两个影响比较大了，股市跟房市了，汇市可能比较少。对香港跟新加坡来讲呢，汇市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为什么这三个市一活跃，经济就旺呢？因为这三个市呢是最容易套笼的，最容易套住资金的。如果资金被套住的话，那就动弹不得，动弹不得的话就不能够拿来滚动，不能够拿来鼓动的话，经济增长呢那就出现问题了。这就说明了股市一死，房市一死的话，那整个经济就什么？整个经济就动弹不得。不过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啊应该是看好的啊，只要没有政治动乱，只要不要又再有什么偏差的话呢，整个世界就靠中国，不止亚洲靠中国啊，整个世界是靠中国的这一个发展啊。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地方，可以吸纳各种各样的资金，而且不止吸纳资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市场。好，接下来 S 代表社会跟文化，社会跟文化分成两个部分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考虑到什么？考虑到民族。种族吧，啊，种族。中国有汉满蒙回藏，不过在青岛呢，这个感觉不强，因为都是什么呢？都是汉族比较多啊。你到了这个西北的话，你就感觉到；你到了东北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因为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不同的什么呢？有不同的消费习惯，还有
宗什么宗教啊，宗教，还有风，刚才一个同学所讲的什么风俗，还有习惯，还有这个地方的历史，还有这个民族的价值观等等等等，这一些东西啊都会影响消费啊，都会影响消费。刚才我讲的韩国已经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印尼还在继续贷啊，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这个因素在作怪啊，这些东西会影响做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啊，影响消费非常非常厉害。五年前麦当劳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汉堡包店，这个汉堡包店呢是全世界麦当劳唯一一家没有卖牛肉汉堡包的，请问开在哪里啊？开在印度，因为这个印度呢是不吃牛肉的啊，所以麦当劳到那里只能够入乡什么呢，入乡随俗啊，所以呢碰到这一些的话，我们只能够什么呢，我们只能够思考全球化，我们只能够思考全球化，然后设法行动什么，行动本地化。好像长虹就有两个品牌了，一个品牌叫做长虹，那是攻打什么呢，一般的市场，尤其是城市的市场。另外一个品牌叫什么，红太阳，红太阳专门打哪一个市场啊，农村的市场啊，农村的市场，所以不同啊。他知道呢，农村呢，这个红太阳可能可以，但是在城市上，红太阳那可能是过去的名字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这些呢都要考虑。我们现在喝的三合一咖啡，新加坡的三合一咖啡的一个主人叫姓张的啊，他是三合一咖啡的这个老板，占有新加坡50%的市场占有率。我问他，我说你卖到多少个国家，他说卖到14个国家包括中国。那我说那你的配方是不是放诸四海啊接准，他说不是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跟中国基本上配方是一样的，但是呢一卖到印度尼西亚跟泰国，我的糖分要怎么样，要加大，因为这两个地方特别喜欢吃甜的。那么卖到苏联跟东欧呢，那就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我们不可能一种产品呢卖给所有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呢那就是一种什么呢，民族的这个问题了。好像我们这边吃鸡蛋，山东吃的鸡蛋都是什么呢，红色的多，对吧啊，红色的多，东北那就有些什么呢，白色的，而日本呢是清一色是白色的啊。你这红的鸡蛋要卖到日本那是没门啊，日本人呢要买鸡蛋的话呢要来先研究啊，你的涵养啊，你吃什么料啊，蛋壳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是白的，这就是日本的一种鸡蛋市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那也不行啊，那卖到那边去也只能够这样子了啊。这种呢那就是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非常非常厉害啊。接下来除了民族这个东西之外，接下来那就考虑人口结构，人口结构里面的性别组合，考虑人口结构里面的性别组合，考虑人口结构里面的年龄组合。中国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年纪轻的一个国家，不错了啊。还有考虑什么呢，考虑教育程度的组合，考虑收入的组合啊，人均收入组合，考虑家庭的大小，家庭单位的大小，家庭啊，家庭大或者家庭小。在毛主席时代那是光荣妈妈的时候，能够生多少，生的越多那就光荣妈妈。但是呢现在是什么呢，计划什么呢，计划生育。听说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有一点改变了是吗，还没有哈，我听说好像有一点松动了，可以让各省各市去做什么呢，去做决定。还是说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呢，你想生第二个你就还多一点什么呢，还多一点钱啊，不知道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那就什么呢，那以后哎，这个又开始什么呢，又开始在变化了啊。还有农村跟什么呢，农村跟城市的组合，这一些东西都是人口结构，这些东西也会影响什么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消费行为啊，消费行为。好了，举一个例子，长虹电视机是不是强调民族品牌啊，是吧，长虹电视机是强调民族品牌的。乐凯啊，乐凯胶卷，中国三个胶卷嘛，富士跟这个啊柯达跟什么，第三个就是乐凯啊，这个也是强调民族品牌的。请问我问你，如果一个牌子强调民族品牌，对你来讲是不是购买的动机，不会啊，那你们是根据什么来买电视机啊，质量，
价格啊这一些啊，所以民族品牌没有多大的作用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报告，挺有意思的哈、啊。这里面呢，包括了长虹的一些资料在里头。好了，他在四个地方做调查，在重庆，在什么呢？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家里用什么电视机？啊，重庆，你说长虹排第几啊？第一啦，重庆若长虹不是第一的话，那就灾难了，明白吧？啊，第二，北京长虹排第几啊？长虹排第三，啊，排第三。上海长虹排第五，啊，排第五。广州长虹排第几啊？广州长虹十大不进啊，十大不进。广州那个地方啊，是长虹的黑区啊，那就什么呢？外国品牌也多 ，TCL 啦，再加上 TCL 啦、康佳啦等等啊，所以长虹打不进这个华南。好，第二道题再问，如果你下一回换电视机，你会换哪一个牌子的电视机？在重庆，长虹依然是什么呢？第一。在北京的长虹不错，从第三爬到第二。从上海呢也不错，从第五爬到第四。广州呢依然是什么？十名不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长虹的地区在哪里呢？在西南跟北方这一带。好了，长虹强调这个民族品牌，请问这个民族品牌啊，对男的比较有感染力，还是对女的比较有感染力啊？男的，男的，女的不会啊啊。其实呢，老实讲，对男的感染力会多一点，对女的稍微少一点。但是并不讲女的不爱国哈、啊，因为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啊。当如果整个民族走到最危险的时候，那就另当别论了。有时候女的比男的更爱国，那很难讲了啊。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民族品牌，因为男的爱强嘛啊，国家强好像感觉到感受比较好啊，什么女的会觉得哎，强是强在另外一边的、啊，强在这个有什么用呢、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女的通常考虑问题比较实际，男的有时候考虑问题比较什么呢？比较虚浮一点啊。所以呢，这一点来讲呢，那就什么呢？这个民族品牌对男的感染力会比较强。那现在我问，买电视机在家里啊，是男的做主还是女的做主啊？女的哈，我感觉是女的，尤其是家庭越来越小的话，都是女的做主，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吧。而女的在对于我家里摆什么东西比较在意，男的无所谓了啊，反正你觉得你喜欢那就好啊。就男的也应该让女的去做了啊，这样的话给他在家里呢觉得开心顺心嘛，家里东西都是我的。如果男的坚持买一个牌子的电视机的话，那么以后呢看了三个月就坏的话，那么这个男的也有灾难了、啊。每次一起坐在看那电视机的话，那个你看你买的啊，你看你买的，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做决定啊，做决定，因为他们比较会念嘛，对不对？会念，所以让他们做决定啊，最好。所以以后是女的，所以这个民族品牌的这个感召力啊，对女的比较低，所以我们应该要设法调整形象啊，调整形象。当然，长虹是不是要调整形象，让他去做决定？当然，我们从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应该要调整形象，要赢取这一个什么呢？这一块市场。第二个问题，我问。民族品牌这个感召啊，对年纪大的人有效还是年纪小的人有效？年纪大的人有效，但是未来买电视机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啊？年纪小的，所以也应该到了调整的这个必要性，要看看年轻人到底要些什么东东啊。所以这点呢，我们要很注意的这一点啊。中国一年呢、啊，有多少个新家庭的产生，你知道吗？根据我所掌握资料，八百万户新家庭的产生，这八百万户就是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的基本的什么？基本的客户啊，基本的客户，再加上那些旧的换新的，可能三四百万。啊，旧的电视机、旧的空调换了，再加上原来的没有的再买啊，或者再加上呢什么呢？买一个不够再买什么呢？再买两个啊，再买两个，那很可能呢，整个电视机的市场或者呢冰箱的市场呢，大概就在1300到1500万左右，啊，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啊，整个中国的这个规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还要考虑单位的消费了啊，然后单位也买电视机啊什么等等。那么呢，这时候呢，如果你做空调，你做冰箱，你做电视机，你就开始要，哎呀，这个里面我应该占多少？而整个生产线啊，整个全国的生产线的产能又是多少？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这种呢，那就是社会文化的这个定位，挺厉害的。中国有每天有多少个小孩产生，知道吗？中国每天有多少个小孩出世啊？去年我看这个江泽民呢，在北戴河
给那个 CNN 的那个华莱士访问的时候，中国江泽民就讲了一句英文话 ：“We are a very big country。”他说我们的国家很大啊。You know how many children was born in a day 啊？就是每天有多少个小孩出世啊？江泽民说每天50,000个小孩。中国大地上每天50,000个小孩出世，那就中国每年有多少个人口出世呢？那当然就乘上365。这些呢，对那些做牛奶的啊，做牛奶的，做这个啊，宝贝纸尿裤的啦，做婴儿的啦，做牛奶粉啦，那是很大的什么呢？很大的这一个含义啊。中国人喝牛奶啊，喝多不多啊？不多啊，少啊。所以牛奶的空间其实什么呢？情是蛮大的啊，问题是蛮大，你一定要去做吗？那不一定啊，那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核心专长再说啊。所以牛奶呢，其实呢，它的前景呢，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平均呢，资料显示呢，喝不到20公斤的这一个牛奶，那很少了啊，那非常非常少，可能才10公斤左右啊。那么这种呢，那就是社会文化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要分析了啊，分析这一些东西啊。科技上的变化在讲义上有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产品科技啦、制程科技啦、流程科技啦，还有呢各种各样的应用科技啊。我们应该用各种各样的科技呢来改变我们的这一个策略啊，那叫做 GPS。好，那大环境分析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五个啊，这五个环境的分析。新加坡在金融风暴之前有一两家公司经常呢在报纸上呢被人家得到宣传很好，说这两家公司做得很好，但是这两家公司啊在印尼有比较大的这个什么呢？大的这个投资啊。金融风暴之后你说它好不好啊？不好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印尼大环境对它什么呢？不利的。它的投资很大，又是什么？又是太重要了。而且印尼从97年到现在还没有翻过身来，又是长期的。而且会不会再乱呢？很难讲，发生的概率又高的。而这个商家在印尼又完全什么呢？完全不可控的，只能够顺着那个潮流走的话，那这两个企业呢，金融风暴之后在新加坡几乎已经什么呢？销声匿迹了啊。为什么销声匿迹呢？因为呢根本都没有值得唱的东西了，因为很多投资都集中到哪里去啊？都集中到印度尼西亚去了。这一点呢很厉害，很厉害。做一个领导人就是要懂得居安什么呢？居安思危啊，不要把环境所给我们的环境呢当成是绝对有利的，要注意整个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从这五个角度来分析啊，来分析。好了，分析这五大环境啊，看看呢这五大环境呢会产生怎么样的一种呢现象啊，产生一种什么现象？那么五大环境呢又会产生什么呢？又会产生趋势啊，趋势。那么趋势呢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把趋势呢总结出三条。一种叫做社会趋势，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社会趋势。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消费趋势。最后一个叫什么呢？叫经营趋势啊，另外一个叫经营趋势。我先举一个例子，在这个白板上，然后我们才会去看我们的这个讲义啊。家乐福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卖场，是哪一个国的？你们都知道，法国啊，法国。那么法国呢，这个家乐福是不是一开始就做大卖场的生意啊？绝对不是。法国60年代的家乐福最多是像一个国营的商店，在市区里面呢卖这些日常用品。那么家乐福怎么会从一个好像国营商店的卖家日常用品形成一个像现在这个大型的这个卖场呢？一定是环境的改变使到它什么呢？使到它改变它的经营作业。好了，家乐福呢在环境有什么改变？我们看看60年代的法国有什么改变。看一下啊，地理上，首先看地理上，你们可能说不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到过法国，有些人甚至说呢，我们还没有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出世呢，怎么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不一定要出世才知道了啊。60年代的法国，大家可以猜啊，大家可以猜，在地理上，法国的城市产生什么变化？城市的范围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大，对吧？城市的范围扩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现象。在青岛以前是旧区，这边就有什么呢？新区，一定是扩大的啊，一定是扩大的。北京是不是在扩大？是了，北京的地方在扩大。以前北京一个市外面有很多县，现在把外面的县全部纳来当什么呢？
当区了啊，所以以前叫顺义县，现在叫顺义区，以前叫通县，现在叫什么呢？通州区，以前叫大兴县，现在叫大兴区。现在北京属于的外县只有三个了，剩下三个，一个叫怀柔，一个叫密云，一个叫什么呢？延庆，其他全部把它纳为区啊。所以呢，整个城市的发展肯定是范围越来越大。上海的范围是不是越来越扩大？是了啊，一路一路扩大下去啊，扩大下去。无锡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哈，本来呢有一个叫做无锡市，对不对？记得很清楚哈，无锡市下辖三县，一个叫无锡什么，当时叫做无锡县啊，无锡县，接下来叫江什么，江阴县啊，江阴县，接下来又叫一个什么呢，宜兴啊，宜兴啊。后来呢，当时的中国很奇怪，每个县都不喜欢叫县呐、啊，都要把它改名成什么呢？改名成市，叫做县级市，那就改吧啊！我不懂它有什么差别，但是大概有级别的差别啊。那么这个无锡县要改成市，那就不可以改了。岂有此理！这个上面已经有一个无锡市了，对吧？所以你不可以改无锡市，那就哈改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西山市。对了，西山市。当时改的时候大概是九六年还是97年左右吧。但是改完之后不久啊，最近这一两年又换成什么了？被无锡市给吃掉了，变成区了啊，批了，把整个西山市分成两个区，一个叫西山区，一个叫做惠山区。那么呢，无锡市呢已经把原来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无锡市的范围，然后呢只下辖两个市啊。所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呢，一定是城市范围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扩大啊，然后呢这个行政的级别越来越少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跟趋势。好了，人口外移还是内移啊？啊，外移啊，人口肯定是外移的。为什么？因为城市里面呢，那没有是老房子，或者城市里面呢不可能盖这样多啊，所以人口外移，那就产生了很多什么呢？很多卫星镇。卫星镇呢，在这个中国来讲叫居民小区啊，叫居民小区。那么呢，人口外移的话，这些人有时候白天要到城市工作，那交通一定要什么？交通一定要发达，交通有60年代的法国，交通就开始发达了。交通发达表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什么呢？公路的建设好，另外一个是公共的什么呢？公共的运输工具也要强。好，在市区的房租贵不贵啊？啊，市区的租金啊，如果你要在市区开店的话，市区租金贵不贵啊？贵，那当然贵了啊，所以不可能在市区搞大卖场。市区搞大卖场太贵，在中国的家乐福有时候在市区搞那是特别的现象，在法国很难啊。市区的租金真的是比较贵的，而且呢，市区的停车场怎么样？少啊，停车场比较少，而且停车场当然也就比较什么呢？也就比较贵啊，也就比较贵。而且在市区里面，晚上人多还是人少啊？晚上人少。为什么？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嘛，因为大家都到卫星镇去了啊，所以晚上是人少的，除非是娱乐区啊，不然的话呢晚上是人少。金融区啊，你看整个东京啊，晚上的话金融区是死气沉沉，一点活跃都没有，但是呢娱乐区好像新宿元素这些地方的话呢肯定就会多一点啊，所以晚上基本上是人少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现象啊，这个地理现象呢，使到呢在市区里面不可能搞大卖场，使到在市区里面呢，整个消费呢是什么呢？是稍微萎缩的，人都跑到哪里去呢？人都跑到卫星镇去了。好，第二个 P 是政治上没有什么好讲的，政治上呢对这个家乐福影响不大。接下来经济上啊，那是一个大课题。经济上呢，这个时候。好，当时60年代法国呢刚刚经过战后，所以呢刚刚白费什么呢？白费待兴，所以经济发展应该是快还是慢啊？快啊，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人们的收入就怎么样？收入就提高，收入提高，劳工就短缺了，城市里面劳工就短缺，劳工短缺的话怎么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妇女要怎么样？妇女就业。对了啊，妇女就业，妇女就业，那就是妇女有什么？妇女的自主权越来越大，这个对消费有没有含义啊？啊，妇女有钱的话，对消费有没有含义啊？有啊，妇女很奇怪的啊，妇女赚了钱的话，就什么？就是花，
买东西的话开心啊，开心啊。那么发工资的时候买东西，有节日的话买东西，开心的时候买东西，不开心的时候还是买东西啊，还是买东西啊。所以妇女有钱的话，对这个消费呢，那是影响那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妇女有自主权啊，自主权，而且当时啊，用车辆也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多。家乐福啊，跟用车辆成正比，用车辆越多，家乐福的生意会越好啊，会越好。用车辆成正比，啊，还有呢，什么，家电非常普及，是不是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冰箱、没有速冻机的话，你在家乐福不敢买太多东西啊，会放到哪里去啊？那么在欧洲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啊，两个很重要的家电，一个叫做冰箱啊，一个叫做冰箱，一个叫做速冻箱啊，速冻箱。速冻箱对家庭来讲很重要的啊。有时候他们做了春卷，假定做了春卷的话呢，绝对不可能做一餐吃一餐呐、啊。做了春卷可能做了很多，然后吃一点之后全部放进速冻箱里面。那么呢，一个礼拜后想要吃的话，再拿出来解冻，再什么呢？再热过再吃啊，再吃。当然我们觉得，哎，会不会不卫生啊？会不会不健康啊？其实不会的。从道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速冻就什么呢？速冻就是横了啊，横了就不会了。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做，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每次煮菜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两个很重要。后来再加上什么东西来？来的话，对家乐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啊！这些都是经济上的因素。好，社会上那就更厉害了。啊，社会上更厉害，妇女就业，妇女有自主权。好，购物的时间、购物的次数多还是少？少。嗯，对了，没有时间嘛，购物的次数少，但是单次的购物的时间什么？长，对不对？购物的次数少，但是单次的购物时间长，在一个地方买的东西长啊，长。好了，买的量多还是量少？买的量会比较多啊，比较多啊，买的量会比较多。所以这时候呢，非常强调大卖场。大卖场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产品什么？产品多，产品什么？全。而且呢，可以怎么呢？量比较大，不用整天补货，补了个半死，对啊。而且呢，大卖场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卖场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它的地方比较什么呢？比较舒适啊，比较舒适。所以到买东西的话比较开心啊，比较开心。而且可以提供一条龙的这个服务啊，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呢，东西也可以比较卫生。啊，可以比较卫生啊，等等，所以这整个大卖场呢就有这个好处，而且呢可以有停什么，可以有停车场啊，可以停车场。这一个经济的因素啊，带动了这一个社会的因素啊，所以呢，就在法国人呢，通常呢，其他时间呢，那就不到家乐福，然后这个整个呢，礼拜天就到家乐福，而且把家乐福当成一种全家的什么，全家的活动啊，全家活动。我到新加坡去家乐福的话，我们一家五口去到那边的话，四辆推车，两个男的都已经够大了，自己推两辆，买什么就自己去买啊。那么呢，妈妈就跟着我那个女儿就去走，我自己又推着一辆走，我们相约半小时后在收银机这边什么呢，见面啊。所以大家去买回来就见面就走了啊。所以变成一种什么呢？变成一种整家人的一种什么，整家人的一种游乐啊。所以呢，大卖场的概念就产生了。所以整个环境的变化，直到这个家乐福决定，我要从原来在市区里面的小商店转型到郊区居民区的什么呢？的大卖场。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这一些什么呢？新的环境变化里面的新的这个需求。这个转型成功不成功啊？各位成功吗？成功啊，在法国成功，在欧洲成功，然后在亚洲成功，在中国更加成功。家乐福因为中国啊，已经一跃而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的零售商，仅次于谁啊？仅次于这个沃尔玛啊，仅次于这个霍尔玛啊，霍尔玛。霍尔玛在中国的策略给我感觉到比较慢。第一站在哪里啊？
第一站在深圳，然后就在大连啊、昆明啊这些地方，反而没有进什么呢？没有进上海跟没有进北京，甚至他在深圳开了第二家，他就没有进上海跟没有进北京。听说呢要进北京了啊！如果进北京的话，对家乐福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挑战啊！到最后大家就拼什么呢？拼管理啊，拼什么呢？拼价格啊，这样子。家乐福的转型有这样的一种背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经济上跟社会上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趋势，形成了新的消费趋势，也就形成了新的什么呢？经营趋势啊，也就形成了新的这个经营趋势。